兄弟们，我是登错游戏了吗？这怎么岛上到处都是第五人格的角色呀？哎，不是啊，这蛋仔岛上的有钱人也太多了吧？不像我，每次都救你啊！哎，等会儿，这哪里来的2000蛋币呀？难不成有粉丝知道我想抽最新的第五人格盲盒，偷偷给我的号充了蛋币吗？哎呦喂，这简直就是我的真爱粉呐！哎，走，咱们直接去盲盒店消费一波。2000蛋币兑换成200许愿币，来，兄弟们，觉得挖卡这次能提前出的扣一。别做梦了，觉得挖卡肯定大包底的扣二。哎，都给我扣一，我让你们看看啥是欧皇。不可能。绝对不可能！先来第一发，都别眨眼，看我直接拿下盲盒，彩虹币。第一发不中很正常啊，没关系，咱们第二发。嗨，你别笑。我不信，第三发给我出，第四发，第五发，第六发。不是啊，这紫色饰品都出来了，怎么盲盒还这么难出啊？不行，肯定是我放错音乐了。这次咱们来个欧洲人的小曲儿，来，助我一臂之力，抽出盲盒。你没开玩笑吧？还真打算让我来个大保底呀？没错，就是这个感觉。不行，真保底了，不得被小紫笑话死啊！所以兄弟们，麻烦你们帮我点点赞，点赞越多，我欧气越多。来，能不能抽中盲盒，全靠你们了。哎呀，还真抽出来了呀！感谢兄弟们的点赞，你们是真的欧啊！必须的。来，兄弟们，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会选哪个？我的话就先选左边这个古董商吧，感觉还是左边这个妹子更可爱一点。兄弟们，第二轮了，刚刚第一轮都废成那样，这次怎么说也得让我欧一次了吧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抽。哎呀，我。什么情况？这不又是逼近大保底了吗？哎，那只能放我的大招了，来，直接上我的盲盒，必中 BGM， 在献祭屏幕前观众老爷20年欧气，祝我不保底，抽出自选盲盒，漂亮，终于出了，这下第五人格皮肤全部到手，第一时间当然是让小伙伴一起玩第五人格啦，来，咱们变身。哎，等会儿，话说咱们都玩求生者，谁当监管者呀？秀儿，你来吧，正好你是监管者皮肤。去你丫的！凭什么我当监管者啊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当求生者。我来。可恶的家伙，总算让我逮到你们了。等会儿，听着声音有点眼熟，你是邪恶机甲？没错，上次你偷走我珍藏的蛋，这次被我逮住，我要让你感受什么是残忍。哎，搞笑，来就来，玩第五人格，我可不怕你。话说，有没有人来先扶我一下？我弹药都快被撞断了呀！这一张第五派对地图还原了最经典的地图军工厂，我们只需要解锁4台密码机，然后打开大门就能逃出去啦。身为佣兵，我的职责就是六屠夫哟。哎呀，想不到一上来就遇到一台密码机老婆，这谁忍得住啊？这来直接破译啊。That's good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我去，有人被抓到了，听声音好像是小紫。哎，我得赶紧去救人呐。哈哈哈，还想蹲在草里躲着，真以为我看不见了？现在就等他们过来救人，然后我就能一网打尽。好家伙，小紫直接上火箭椅了。哎，不行，我得先把监管者引开。邪恶机甲，来抓我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偷贼，拿命来！上钩了，快走，咱们进无敌窝。我记得这个小屋可以利用木板和窗子跟监管者绕圈子。嗨，还好蛋子里面有封窗户的技能，随便绕一下，监管者直接蒙圈了。很痛苦，很烦。趁现在把小紫救出来。浪哥和秀儿已经破译好2台密码机了，现在局势明显是我们更顺呢。我要气死我！哎，兄弟们，我突然想到，既然游戏是蛋仔，那我岂不是可以攻击监管者啊？哎，走，咱们趁他不注意，直接从背后攻击。去你丫的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打他！打他！哎呀！
嘿嘿，兄弟们，瞧瞧火箭椅上的是谁？监管者坐火箭椅，这感觉不一般吧？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行了，剩下的密码机全部破译完成，咱们直接打开大门开溜喽！今天真是好事连连呐，不仅赢了游戏，还莫名其妙多了2000蛋币抽皮肤。啊、我来看，梦梦和你说，你号称蛋币，其实是我给你准备的。啊、啥？你哪来的这么多蛋币呀？当然是以你的名义借的高利贷啊，借了2000，明天还20000。啊不到后天，那就是20万喽、哦！不是吧，兄弟们？哎，怎么今天全是倒霉事儿啊？